Hello， 那个，今天呢，我接受免费午餐的邀请，然后，接受爱心一碗饭的邀请，然后此公益直播收到的所有收益全部捐献给贫困山区的孩子们，快来参加，越人越挤，谢谢谢谢谢谢。真的今天希望大家可以送多点礼物，反正也不是我要，是给贫困山区的孩子们。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今天呢，我要挑战吃我平常最不喜欢吃的东西。对，今天我要挑战直播吃我最不喜欢吃的东西。你们也知道，我平常最不喜欢吃的就是辣椒，所以今天我挑战直播吃超级无敌变态辣的疯狂烤翅。对，疯狂吃，就是这个玩意儿。还没。其实我对辣椒会有一些过敏，然后就是特别难受吃的。然后今天就直播吃这个，就是这个，你看没？上面全都是特别大的颗粒的辣椒。现在才。等一会儿吧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等人多了以后我再吃。今天希望大家多送点礼物啊！在上面不是为我自己，是为了贫困山区的孩子们，希望他们能过得好，生活质量能有所提高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，谢谢大家一片心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。今天没有怎么收拾，对，就这个东西，这个叫下面的辣是变态辣，然后是疯狂无敌烤翅。我们的椰奶冻。今天做了很大的牺牲，就这么大的东西，我真的是头一回吃。给我加油好吗？我是挺怕的，我是挺怕的。好，现在人数也差不多了，我要开始吃了。就这个东西看见没？你看上面辣椒，你看，我的妈呀！我的妈呀！我吃了。Oh my god！
开始。谢谢。烤翅比较辣，还需要嫌年轻吗？还需要嫌年轻吗？要。没别的，今天牺牲一回，就希望你们能多送点礼物，能多捐助贫困山区的孩子们，仅此而已。谢。我真的没有演，虽然我是个演员，但我真的没有演。这个真的是太辣了，太辣了，我的妈呀！没关系，等会我的水已经上来了，虽然不多，再来一口。我这还有一点蛋糕，还有点什么土豆泥，都比较解辣，都是甜的，比较解辣。我真的没不敢吃，妈太辣了。这波缓了，没事。看我的嘴。笑，别打动我，只是为了博你们的开心，只有想你们多送点礼物，没有别的。然后缓一会儿，缓一会儿。妈呀！你在这里干嘛？跟哥哥玩啊？好了。
服务员。再来一口。咱们既然吃了，就把它吃完。无论多少，就把它吃完。我这次说实话，不光是为了做这个公益，其实还有其他的目的。对，然后眼有点疼，睁不开眼。要不只是挑战一下自己，让自己变得更厉害。没关系，我真的没关系，不会，我现在没有过敏，没关系，就是辣嘛，就是辣，不能吃辣。我没事儿了，就没事儿了。没事儿了。咱们其实我这有两个，然后我正觉得特别辣，我那个我可能实在吃不下去了，咱们就把这一个吃完好不好？你们也别生气，也别翻脸，我真的没事儿，你们多送点礼物就好了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吃了。不要磨叽了，我再整一会儿，把这个吃完，然后咱们聊会儿天，好吧？谢谢你们的礼物，多送一点，谢谢。大叔，感谢你们，我挺好的，我没事，我挺好。我真的平常特别不想吃辣，我就极度不能吃辣，真的。吃辣。姑姑，你说什么没事啊？吃了吗？想吃吗？哥给你躲吗？哎呦！
那些你们的礼物啊，不平不平不平，没事。我现在到我的嘴都说不上话了。说我问问你吧，不是还有一个，我是不是这个后劲真大呀，这个啊，我看有人叫我吃哦，我真的没有演，我真的是我极度不能吃辣。
我觉得是，我今天去成都，然后吃那个火锅，叫，真的，我当时吃就点的是菌汤，还有番茄锅，我都不敢吃辣。我觉得这个辣椒真的是，当时我在买这个鸡翅的时候，他们店里有三个，有好几个等级，原味有单面辣，有双面辣，还有变态辣，还有魔鬼辣。然后我实在是没有勇气点魔鬼辣，我真的是，那都是地狱级的辣椒，我真的不行。所以我点了一个啊，也不是变态辣，变态辣我也不敢。所以我点了一个双面辣，但是也是超级无敌辣。我的妈呀！我真不知道我如果当时我点了。那个魔鬼辣我能不能，我可能会死吧。真的别要不要心碎，不要干嘛，真的没事儿。我平常也不这样的，对吧？我平常也就是跟你们聊天什么的，对吧？然后我现在真的今天就是公益，知道吗？我做公益也不多，我也平常也没有什么机会去做公益，所以我觉得今天是个挺难得的机会，所以我想挑战一下自己，想让你们，是让你们能够看得比较开心，看得快乐，然后现在希望你们能多多送点礼物，谢谢你们。啊，今天我也不让你们把礼物送给别人了，都给我吧。然后决定了，我还是要吃这个，开个玩笑，真的吃不饱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真的吃不下去，我真的真的不好意思，我真的，我真的真的不行了，吃的有点懵，真的，我如果能吃就肯定会吃，鸡翅这么好东西谁不会吃啊，对不对？实在是太辣了，希望你们能够理解，谢谢。小心好，起来，认真的。加油！交钱不搞事。我吃一块柠檬啊。现在发型都没整理，没事儿，我也没有偶像包袱。好了，今天我就这个就是刚才那个被我吃了。今天呢，对，然后你们有些问题吧，我来回答，好吧？不吃了，咱们聊聊天吧，有些问题。我没有勉强自己，其实今天挺想吃辣的，然后就顺便供你一下嘛，对不对？今天顺便就是直播一下公益，然后再挑战一下自己。最近挺好的，最近在跳舞，在学跳舞，然后表演不是刚结课嘛，刚上表演课，然后最近学跳舞，
最近就是在提升自己，我不唱歌，我不唱。有啊，接下来会有新戏和新作品，会和大家见面的。别动，团员。对，试镜还不知道，还要再去一次。当然喽，我生病好了，前一阵一直在拉肚子，然后有点发烧，现在好多了。嗯，拉肚子倒不会吧，吃点辣的不会拉肚子的。就眼睛有点红。没有弟弟妹妹，想呀，当然想。咋了？今天呢？谢谢大家的礼物，谢谢你们。对，今天接受免费午餐的邀请，然后参加爱心一碗饭的直播公益活动，然后今天所有的收益全部都会捐赠给贫困山区的儿童们。希望他们的生活能够变得美好起来，然后越人越紧，咱们赶快行动起来，加油。可以再说一遍啊，我能记得清楚。今天受忘词了。今天受不是词儿，今天受今天受免费午餐的邀请，然后接受爱心一碗饭的直播公益活动，然后今天所有直播的所有收益全部会赠送给贫困山区的，不是赠送，是怎么说，奉献给，不是，捐赠给直播，捐赠给贫困山区儿童的全部都会给他们，今天所有的收益全部都会捐赠给贫困山区儿童的，全部会，我辣的不会说话，今天所有的收益全部都会捐赠给贫困山区的儿童们，希望他们的生活能够更上一层楼，会更好，然后也谢谢你们的礼物，谢谢。好，知道了，我不再说第二遍了。
机刚买的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要比六啊，比六比六。6666666。你们也好，那大家今天我就先到这里啦。我直播到8:35，我就要关了。真的谢谢你们，咱们下次再见。最近一直在翻私信，对。我笑着好看吗？实在受不了这个辣味了，今天就先到这里吧，真的谢谢你们，谢谢，万分感谢，真的万分感谢，特别特别的感谢。谢谢你们。要不要把竹杯端过去，然后把大灯关掉？而且这里还有点吵，谢谢大家，那我先关了啊，拜拜拜拜拜拜。拜拜。